小小竞技场，九位厨师长 ，MTG 打 RNGM 的比赛能排在黄金档，可能确实是怕大家吃不饱。比赛的结果是 MTG 打满5局获胜，这两队真的全程都是饭点。咱们就看第一局就有太多精彩镜头了。九成在开局就送了两波大的，第一波被廉颇开了，也不能怪他，但这第二波被安琪拉击杀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先出来。但这一波上中的闪全部交了，所以上海 RNGM 选择来下路又打了一波安琪拉的大招，直接秒掉了九成。中后期理想的老夫子连续空了两波大招，都是想要大闪，结果闪现没按出来。这时候未央不甘示弱了，赵怀真在有大招有血魔之怒的情况下，一个都没开出来，传送落地当场被秒。一波吃不饱就再来一波，风暴龙王团战未央再一次没开出大招就被秒，真的很难想象上个赛季他在 AG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大腿。接下来的这一幕，弹幕老师们取了个名字，范冰冰和范丞丞。哎，又被沙子套给了一下击飞，公孙离倒下了，但是安琪拉一套把周瑜给秒了，两边轮流掉点。是的，看着队友都在掉点，小九实在忍不住了。第二条风暴龙王刷新的节点，鲁班七号直接闪现到静的脸上，当场被秒。小九闪到了静的脸上，被打出个复活，他没有复活甲了，冰刀也碎了。你以为对面射手倒了就能拿龙吗？晚秋的静大招消失前最后一刻换到了赵怀真脸上，两边又是轮流掉点。季飞也被打出复活，开大招又被波到，自己冰刀被打了出来，老夫子补了一下伤害，收掉了静的人头。鱼人拉。拉到了野怪，老夫子再接捆，公孙离补伤害，给了个二技能，进去大招再推开了，老夫子被秒了。两边轮流下饭，最后超级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动手推掉了水晶，结束了这场闹剧。超级兵吸出去，吸出去，哎呀！最终 MTG 最终翻盘成功。我和潇洒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小雨打了一整局，一次没死，基地没了，刚刚我真的受不了了。MTG 赛季初打的其实还不错，甚至一度给人一种能冲击 S 组的感觉，但随着赛季深入，他们的发挥越来越差，尤其是未央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九成早已不复当年之勇，而理想的老夫子甚至都没有职业水平。上周主播金木刚刚登顶了巅峰第一，他擅长的英雄不只有吕布，老夫子也是一绝，应该都能比理想的水平高一些。虽然 MTG 赢下了这场比赛，但他们目前的积分也不怎么高，拿到 AB 卡位赛的机会并不大。只要 EDGM 再赢下一个小局， MTG 就要被淘汰了，而九成恐怕也要成为第一个掉进 K 甲的 FMVP 了。